沈娟娟呢？还是想想你自己吧。他人呢？去问阎王吧。给我上！星辰早已和月影上了渡船，此时去寻还来得及，就怕你没那个本事。行。 沈娟，沈娟，她去哪儿了？把我的星辰还给我！我以后会一直保护你的。 我杀了月影，他那么爱星辰，我却让他死在了最爱的人手里。恍然惊喜是何夕，此刻你在何地？问归期，我有期或无期。 沈娟，这里除了我和你，全都不是真的。我想回家。天可知道我感觉，心如一个弯月，穿云端细一线，挂牵。
才回来。你知不知道昨夜府中进了大批刺客？若不是你非要躲我跑去城外，哥哥和卷卷也不会。未能护好王爷，是属下的失职。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？我会和哥哥说，他不会罚你的。郡主，你其实用不着听我说话。你真不知道我的心意吗？郡主，我同你不一样，属下只是一个小小的侍从。你我尊卑有序，郡主莫忘了身份。属下的事，不劳郡主操心。你想跪就跪着吧，跪三天三夜。起来吧，本就不是你的错，又何须再跪着？郡主吩咐跪，属下不得违抗。朝月小孩心性，你又何必当真？郡主吩咐，属下不得违抗。本王命你起来。你与朝月相知相爱，为何不能在一起？属下配不上郡主。若是因为身份差异的话，你不必在意。你性格沉稳，假以时日必能成大器。本王也愿助你一臂之力。王爷，郡主若是同我在一起，必定受到诸多流言蜚语。与我相比，我希望她遇到更好的人。即便不能相守，也甘愿守护，愿用一生守护。若有一天要你为他去死呢？万死不辞。卷卷，卷卷，君君，陈深，我想回家。全全，陈深，我想回家。当晴空下起冷寒，见雨时雨